那些状况百出的素人采访。请问你有没有那种少妇特别多的聊天软件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幼儿园家长群。小姑娘一开口，我就知道不简单。刚才我和爸爸去接你放学的时候，爸爸一直看着放学里的妈妈。你说，是放学里的妈妈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你们两个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包括你的妈妈，你是有点好看。那我呢？你看这有点好笑。超大的那个，我认可你了。所以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哎，你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我当然相信吗？那现在给你最好的异性朋友打个电话证明一下。喂，有什么事快点说，我老公在家。没有，我接受一个采访，我想问你一下，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我们有纯友谊，我们就是纯友谊。等我老公不在家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当小姐姐被问到，给你1000万，然后一辈子不碰男人，你会怎么选？我不要1000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碰男人。如果王思聪追你的话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几个臭钱，就那样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马云那样的，比较平易近人一些。大爷果然是大爷。我心里算很亏啊。那我出个题考考您，25×23等于几？八十八。这答案不对呀。那我算个点。这回答的没错呀。你得该走哪儿啊？大日先抢。到日先抢，不，我是说你该走哪个道？走春华大道。春华大道，你的车子，你车子能拉吗？是能拉了点点，只拉一点点，只能拉一点点。我是问能不能拉？能，只能拉一点，不能拉多的。问你，该走哪儿？到日先抢。不是，你走哪根道吗？你这个叫春华大道。